支憲制真係睇到好眼瞓咯。國家打嚟打去，搞到好亂啊！又長又唔明白，點解神喺教會入面好似好殘忍咁嘅？啲人名真係好難讀啦。啲地名完全唔識嘅，完全唔識喎。Oh no！舊約聖經一直都令到好多基督徒又愛又恨，一方面裏面有好多激勵人心的故事，但另一方面確實有很多東西是我們真的不明白，就好像剛才那些年輕人所說的。接下來我會和教會教學團隊的一班的傳道人舉辦一次舊約中南的系列，我們總共會有四次聚會，分八堂的時間和大家很概括地去理解到底舊約裏面有什麼訊息是我們可以在從中去學到和更加明白到神的心。我們當中也會給一些 tips， 給一個好一點的框架給大家，令到你們將來研讀舊約的時候是更加有把握在當中去找到一些信念，而不會斷章取義。我們還會和大家探討一些舊約經常有人問的問題，譬如六日創造到底跟現今的科學是否違背的呢？基督徒到底現在我們看舊約律法應該用什麼態度呢？還有舊約的神好像很殘忍，和新約的神很不同，是不是這樣的呢？接下來如果你想有一個很宏觀的圖畫去理解整個舊約的歷史的話，今次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希望到時會見到你們。